今天天气特别好，很凉快，空气也很好。大山里面，这里有一棵野菜花树，我们上去采一点下来，开了好多。昨天晚上下了雨，一下到处都掉的是花。捡一点回去做菜吃。老爸荒掉了这么多下来，我们多捡一点回去。哇，一荒就全部掉下来了。老在的地方嘛，我地点用嘛。这么多了啊，多捡一点回去。哟，还有好多。在的地方嘛。把这个花倒进去洗一下。我们自己弄的这个配料，把它放进去。这个配料特别香，炒野菜的话很好吃。下锅，放点盐进去，放点味精，开始了。能接呗，八个菜。好，我也开吃一个，太香了，这个开吃。特别美味。Thank you.